心的朋友都到了，当然表示大家团结一心啊，大家众志成城嘛。现在郭台铭好像有意要独立参选，你怎么看？这么些朋友，你赶快去跟他谈。这个郭台铭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企业家，而且相当具有爱国心，而且他的一个目的也是下架民进党。既然大家目的相同，我们就做法一致，大家一起努力，很多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化解的。